其实今天有两位得主的好友，他们各自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两位。哎，我们现在要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出来，我们也请这个洪司长带领这两位好友来带我们致赠啊。那是不是？好，好，白老师，我们先看左边，先看左边。好，来，最后右边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左边。好，来看一下中间。好，来看一下右边。好，来回到中间。这边再看。